高雄市长韩国瑜从庶民经济、3R7吃美食小吃、青年夜市、六合夜市，不管到哪里，总是吸引满满人潮。现在韩国瑜冲总统大选，全台跑透透的倾听之旅，20号在台南最大的观光花园夜市，韩国瑜晚上也要亲自去再跨麦。对啊对啊，韩国瑜是第一次来的哈，那他是第一次来，对对对，听到他说要来，心情怎么样？我也蛮高兴的啊。蚵仔煎在煎盘上煎得酥脆油亮，再淋上特制酱料，让人口水直流。每间摊商的内用座位打客满，老板的手忙到没停过。花园夜市周末人潮挤挤，如果加上韩国瑜助攻，摊商业者期待人气会大爆棚。因为他去到哪里人都很多啊，我们做生意的就喜欢人多啊。那你觉得听到他来觉得怎么样？也是很好啊，欢迎你来，因为有也理想，有也差好。你要让咱台湾人过好日子。韩流夜市窜起，让不少淘给赚大钱。现在韩国瑜要到台南花园夜市，在地摊商已经准备好要搭上这一波韩流商机，让口袋荷包赚满满。记者赖冠章、黄世云台南报道。